啊，为什么要拆掉九个？因为我的现金不够100块。啊，所以。所以我要把房子打开掉。为着100块。为着10块。我为着10块，所以我要出卖掉。对。嗯。所以我要拆掉九个。嘿。所以现在银行请退我1000块的首期支付。1000块。谢谢。